刚龙应该是要投昨天的，然后林子玉投礼拜天。我也把刚龙的休息天数拉得比较长，陈杰宪二垒滚地球遭到了刺伤，打到了中线，张振宇移动过来之后传上一垒，变成两出局，是移动得非常快速，是来到 M4 啊，是，所以今天假如赢球的话就会一口气变到 M2。 这一个变速球吊中了罗萨，第一球一垒方向的强劲滚地球，林志胜拦到自裁垒包，这个手背算是拦下一个打得很炸。变速球K 掉了石冠宇，今天刚龙所送出的两回头，这应该是他这个蛮拿手的一个武器了。投得很到位，这个球这能力本来就比较强嘛，没错，所以德保拉目前又把三振王给要回去。二垒手李凯威接到了，把这球给收进手套，所以潘杰凯的飞球是出局，没错了。刚龙靠着这个 nice play 啊，没有被敲出安打，前两局六上六下。点下去，刚龙接到之后选择传给补位的李凯威，成功的牺牲触及。对，哦，这球擦棒被补，出手投的真好，我觉得应该是 OK 的这个变速球的打法。但是他后面的手指头啊，无名这个滚地球有几手跨区办案，张振宇行进间传一垒刺杀了陈杰宪，是化解掉了三局，打到二垒管区，李凯威传一垒一出局，球来就打，胃口太好。这个速球146啊，遭到了体会没有抓好，会乱掉。所以说，当然有时候那就会变成富邦跟年度第二去打挑战赛。没错，是有可能，但是机会不是那么大。是三垒方向滚地球，刘基宏刺杀了林安可。四局的上半，刚龙再次回稳，相对比较年长一些。来到三十，快要36，是回棒落空，对，应该是，有点类似曲球那种感觉，是。如此好事，这棒打到中外野方向，郭天信往后退之后停下了脚步，两出局，打高了，拖头。右外方向的飞球，董明轩移动到边线附近，在界外区接杀，结束了五局上半统一。打到中外方向，打进了天网当中，打得好哦，但是这个不巧是打。High fastball K 掉了陈杰宪，刚龙今天的第六 K 出炉，投到目前还是刚好一局一 K 的配比啊。这个位置的高的速球真的是，如果要挥拉回来二垒方向，李凯威传向一垒变成三出局。六局的上半，刚龙又一次演出了一个三上三下，这场比赛六局没有掉分，已经演出了优质先发了。MVP 的殊荣哦，接下来要先来颁发的 MVP 奖座，邀请刚龙要看上门中间的镜头，非常关键一场胜利。OK， 谢谢刚龙 ，Thank you。接下来颁发，要是我们赢球龙好评的枕头，刚龙家已经枕头堆积如山哦，待会哦，全场一样哦，一起来看向中间的镜头。OK， Congratulations。接下来再来访问一下刚龙哦，要邀请到我们最帅气的翻译瑞哥哦。OK， 今天这场比赛非常的关键啊，在我们季后赛路上，对象的是跟我们在争取季后赛门票的同一时段。那这场比赛特别也安排刚龙来先发，他缴出一场很好的投球。来分享一下这场比赛投球的心态，来帮助球队拿下胜利。We
Obviously, we needed to win this game. The Lions, they're a great team. Their offense, their defense, from top to bottom, you know, hats off to them. They're a great team. But there you go. 今天刚龙也知道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，他也是全心全意要来准备，那有最好的表现在各位面前。当然统一大家都看得到，统一也非常拼，攻守两端都是展现到最好的能力，要来面对这场比赛。他也向统一队这么强的球队致敬。OK，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刚龙今天是第二名在我们的卫神龙哦，那其实他中文也学了蛮多的，那球迷也非常的喜欢你，是不是也是用这次的机会哦，最后来跟球迷来说几句话，大家整年的一个支持哦。Yeah， 你好，你好吗 ？OK， 谢谢，恭喜刚龙，刚龙今天不跳舞哦，因为今天先发投球的关系哦。待会就谢谢刚龙，然后一起来摄影机前面签名哦。OK， 那接着还是要邀请全场的球迷，我们一起来迎接红球派对。